同学陪我们走过青春，同鞋和我们度过人生。同学好，同鞋带你认识这群人。他们凭借一份使命，记录下各地志工的生活点滴。那时候，那个凤儿师姐还没退休，在警察局，对，警察分局上班，对，都会利用他的休假去帮我们做采访。走进别人的故事，为慈济写下历史。我觉得不写我对不起他们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这样子那个苦承受，我不把它写出来。所以登不登已经无所谓了，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。我记录起来。互相激励，从不识字到写出生活点滴。啊，就问阮囝因讲，孩子啊，啊，这里是啥？这里是啥？尾来讲，安尼拜托恁家盖一个，啊，然后上就投稿啊。节目中将跟你分享他们透过笔耕开启心灵之窗，丰富生命。每周敬请锁定同学好同学。